大家好，我是四E班的陈耀朗，我今天会为大家介绍一本书，这本书就叫《老鼠记者系列英伦魔术事件簿》。这本书的作者就是谢利连摩史提顿。这本书的内容就是谢利连摩就被阿特姆00K召唤，要他假装到英国伦敦旅游，暗中这样调查一个不可思议的事件。那么啱呢，赖皮呢都兴致勃勃咁样讲呢，佢要去伦敦嗰度参加世界魔术大奖赛，於是佢哋就一起结伴旅游啦。正当呢谢利连摩呢忙于呢调查神秘事件嘅时候呢，赖皮竟然呢喺魔术比赛中临时呢向公众呢宣布呢谢利连摩呢要独自进行一个前所未有嘅大型魔术表演。到底谢利连摩会最后会点样出席场面呢？咁结局你哋就去图书馆嗰度借返嚟睇啦。咁點解我咁鍾意睇本書呢？就係因為呢佢係以老鼠嘅視角嚟描繪人世間百態，內容幽默、好笑、驚險、詭秘，仲有動感，你可以從中呢得到極大嘅閱讀滿足感。咁呢我今日呢就介紹到呢度啦，拜拜。